I've been waiting on the fault line. Living evil, take me on. I'll be standing with my dying bed if you care to come along. Racing with the rising tide to my father's door. Racing with the rising tide to my father's door. 这边印度人发展都是比较好，这个印度人的房子这几个。这个明显不一样，印度人的是吧？是吧？很漂亮啊！我还以为是盖得很漂亮。哦，印度人这边有钱，你像刚才那块地，不是格拉利亚啊？那个说卖$100,000那块地，他们那也是印度人，有钱人啊。印度人早期那个印度人是英军的那个雇佣兵嘛？啊，这来哪里啊？这个阿格加里，哦，阿格住的地方。哦，他住的这个地方挺好的呀。大概就住九区嘛，生活区嘛。啊、哦。这龟肉是懂吗？有够了，嗯，那方肉。他自己在这住吗？还是？他们有四户在这边住。啊、哦。不会干了，不是快的吗？哥，哇，这图有点吓人。嗯，这是干嘛？这狗学椅子。那还是得跟他一起过来。等一下啊！这狗有的时候在里面呢，在哪里？狗已经睡了，我感觉。是哪一栋啊？是哪一栋？天气还是好，好啊，很好。你们北方的不用说了，这个时候过路又烧起来了。是啊，我们南方还是天气烟很重。小二姐，问一下狗要，狗没事吧？阿根啦，有狗害怕？没关系，只要咬住你，我就把马上给打。Hello， 好久不见。我们现在阿金现在是在那个严杰家里面。嗯，严杰就是我之前那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嘛，严杰嘛，他是福清的，然后福清人就遍天下嘛，全世界各地都有，然后现在是来他家住一阵子嘛，来他家住一阵子，他这边房子是在九区这边，我们刚才沿途都有拍嘛，九区主要就是生活区嘛，然后所以这边跟刚才那边拖鞋厂那边又不一样，拖鞋厂那边是那个工业区嘛。2012年我们来的时候，他只有18岁。对，老早就发配过了。是啊，然后现在这给我们安顿的这在他家里，这个是卧室。对，这是我和秋离睡的地方。3个卧室。嗯。然后这个还很细心的给我们用帘子把这个窗帘给那个了啊。把玻璃给挡住了。这个房子是多少钱？刚才说3000多一个月。他之前这个房子，这个房间是从放货的。放便宜。嗯。他有些货都放家里面。行，出去看一下这个房子吧。这边不光这边有货，那边院子里面都有货。这个主要就是怎么样，因为我是这边有做过生意，我是知道，就说有些货常用的备在家里面，每天出门不要天天去仓库嘛。然后这边家里面备一些货，然后他那边仓库还有货，有什么事就拉过去。之家对，这个是大门口。那看看，说介绍一下大门口吧，这个很有特色。这个就是一个院子进来，然后这边有四户人家住。四户人家住着，这边就是一户、两户、三户、四户，然后这个门得介绍一下哈。嗯，进来这是一道铁门，这边还有一道铁门，那边一道木门，里面还有一道铁门，重重关卡。外，刚才后面这是一个，嗯，这是第二层。这边还有两层，然后第三层，第四层铁门，这是第四层铁门。然后里面在卧室里，像刚才那一个，像整个这个，这个各自有门嘛，每个再有个门，对，有个门。
这边现在来说，现在来说治安会好一些，嗯，会好一些。但是你多一些防范总是好一些嘛，是不是？防范于未然。然后这边是另外的卧室，哎，看一下厨房，他们家厨房还挺大。嗯，我先介绍一下厨房。看一下那个马拉维一个月3000多的房子是什么样？人民币一个月3000多。对，人民币一个月3000多。这个算便宜的，因为我们之前住的那个房子是多少？1100美金一个月。嗯。不过听说现在也降下来了，因为很多中国人都出来自己盖房子了，自己住。哦。然后房子也多了，所以那个。年节还没盖，就自己还是住着。嗯、对。所以房价也跌下来，但是我们之前住的也是800美金，嗯、然后这边差不多是500左右吧，500美金左右。500美金。啊、嗯，这个是厨房。一个月500美金，嗯，厨房挺大的，对，这个储物间。今天停电，灯开不了，嗯，今天有点偏暗。刚才工厂那边停电，这边也停电，嗯，那因为关于停电的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嗯，这边厨房，厨房也加了铁门是什么？哦，那边有个后门是不是？我看一下有没有后门。哦，这边有个后门，嗯。后门也有两道门啊，对。然后这边还有两个卧室。阿哥喜欢锻炼，哎，刚才阿哥也没拍啊？没啊，阿哥还没拍。拍了，我一开始我拍了，挺帅的。然后一开始给他拍了一晃而过。然后这边另外一个卧室，这个是阿哥他爸住的。嗯。他爸也在这边帮忙。嗯。然后这边。这边就阿哥俩夫妻睡的房间，这个就主卧嘛，那这边主卧会大一些，嗯，然后我就晚上跟阿哥一起睡这边，嗯，激情四射，也带卫生间，嗯，那边算是次卧，嗯，你们住的那个房间也带卫生间，不过平时没怎么用，嗯，然后那边卫生间，然后还有一个洗澡间都分开的，这边水压有点不够，有时候注意一下，嗯，水压会不够，会。之前有出现断水的情况哈、啊，我们洗澡的时候、嗯，那在早期来的时候经常停水停电，更明显。这就中国人一个缩影，在这边马拉维生活的。嗯，秋丽在洗澡。阿哥很勤快。是啊。阿哥非常勤快，夫妻人都做事情都很勤快。而且在这边他平时晚上也没怎么喝酒啊什么的、嗯、就每天晚上去锻炼，所以明天看一下阿哥长什么样啊。嗯，脱下衣服来秀一下、嗯、一见网就可以试一试了。试什么健身吗？你不是和他一块睡吗？哦，嘿嘿嘿，对，小胖子要不要给你安排一下？你是不是羡慕？反正跟阿哥都挺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院子、嗯、看院子过来，看哪个？这个、哦，这边院子是吧？这边他们这边院子里也住着黑人，就是帮他们的。哦，黑人是吧？啊，每个门口进来都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当地人他们那个就是请过来的，嗯、在家里面、嗯、就相当于打扫卫生啊，什么帮帮忙开门房嘛。哦，他们就住到那个门房里面。不、哦，他们后面应该还有个佣人房。还有个佣人房。啊，对。然后那个就平时开门关门，然后院子打扫一些什么的。哦。嗯。然后里面住着4、5人这样。马拉维天气一直都不错，没有什么污染，没有什么工业。很像新加坡。感觉在笼子里面。是啊。治安还是要注意一些，在国外。之前12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讲一讲。12年。不是有人就能翻到家里去。哦，那是。刚才阿哥也说了嘛，这外围围墙都加固了嘛。嗯，因为11月份开始，刚才之前也有提过嘛，11月份开始是雨季。嗯，雨季，然后那个晚上雨下稀里哗啦的，然后就是后面那个围墙，比如说后面那个围墙旁边房子没有人住嘛，嗯，没有人住，然后他们就可能挖了几天把墙挖穿了，然后像刚才那个厨房后门，嗯、哦，厨房后门也有一道门嘛，嗯、哦，然后没锁嘛，晚上没锁。就这个这个黑人冲进来了抢东西，外围墙啊、嗯、差不多晚上1点多2点钟的时候，嗯，持枪，不、哦、持刀，8个黑人，嗯，但是那是12年的事情了、嗯、不应该是11年或者10年的时候，11年的时候、哦、啊，
就旁边没有人住就更担心一些，因为你荒废的房子嘛，嗯，然后或者盖一半的房子嘛，嗯，没人在里面嘛，他有黑人在那边挖，你都不知道。是啊。现在听说治安好一些了。嗯。你反正自己安全，像这样铁门坐一下也没什么事。嗯。然后几户中国人住在一起也没什么事，不知道现在这边中国人有多少人呀、啊？哦，到时候问一下。黑人在洗澡，小孩在洗澡。嗯、哦，小黑也很可爱。是，这边生活很自在，很自在。OK， 还有打球啊。大概是锻炼比较好的，好，刚才看，这院子差不多就这样，要不要出去看一下？好，我去买一下药。我外面有狗啊、哦。那先等会儿吧。等会儿。嗯。再回来。行。现在。好，那我关机了，一会儿先洗个澡，然后一块儿吃饭。嗯，晚上一起去吃饭。嗯。